油价凌晨才刚涨了0.3元，消基会却发现，由于油品含硫量降低，让中油及台塑两家公司去年一年就超收了13.7亿的空污费。消息一出，为了平息民怨，中油在早上11点紧急发表声明，愿意在2月9号凌晨将汽柴油每公升调降0.1元。春节即将到来，预防雪山隧道大塞车，高工局特别在雪隧北上方向装了测速系统，只要车速比60公里慢，测速器就会提醒。而不少民众反映台铁花东票难订，为了强调公平，台铁找来律师见证，表示12到18号台北花莲加班车还有位子，民众可以把握机会。有关中国学历采证是否溯及以往引起争议，教育部次长林聪明表示，教育部收集公听会的意见结果，在大陆学历采证方面倾向不溯及以往。行政院公告的是收集公听会意见的预告草案，但距离草案公布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目前相关修正草案还在广征各方的意见，尚未定案。近年希腊政府债台高筑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也出现了债权信用危机，全球股市连日动荡，南欧债信风暴是否会对欧盟造成威胁？影响层面有哪些？会不会波及全球？金融海啸问题尚未解决，国际严拟相关机制，防止第二次的金融风暴。今年全球经济的展望恐怕还要更谨慎。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陈信聪。真歹势，顶礼拜吼，休困走去高雄、台南佚佗啦吼。你南部佚佗的时阵看报纸讲，会今日股市阁落，每天都跌，每天都跌，拜五讲落300几点，讲到拜六吼，拜六咱阁有继续咧开市啦吼，阁落100多点。然后说什么什么是欧洲的叫做债信危机，那时候大家怎么搞不懂，为什么在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希腊以及意大利这四个强权？19世纪的时候，西班牙跟这个葡萄牙呢是最大最大的殖民国，然后意大利呢跟希腊呢是在文化上跟政治上曾经占有一席之地。怎么这四个国家说爆发什么叫做债信危机？而这个债信危机严重波及到全球的股市，包括台股在内都受到了严重的叫做股灾。到底这四个国家怎么的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还记得2008年9月的时候，雷曼兄弟倒掉了，那个时候引爆了所谓的金融海啸。那个时候大家搞不太清楚到底问题是怎么了，然后呢，全球整个经济是一片的惨绿。之后呢，也大家搞不太清楚怎么突然间就复苏起来了，这个复苏到底是叫做真复苏还是假复苏？而这一次这南欧这四个强权国家呢，所谓的债信危机会不会导致第二次的金融海啸？会不会有所谓的二次衰退？还是说呢，这只是零星的个案？今天有话说，好好来分析一下，到底南欧的债信危机对于全球乃至于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冲击？来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。首先，我们欢迎是前美林证券的副总裁胡立洋胡副总裁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我们再欢迎台大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黄达业黄老师。信聪好，大家好。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分析师赖宪正宪哥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对欧洲非常有了解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张福昌张老师。主持人大家好。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这四个国家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，很多人都去那边旅游，也非常喜欢那边的风景。在十九世纪甚至更早罗马时代呢，这四个国家都是全球非常非常重要的强权，如今呢，负债累累，甚至面临整个国家倒闭的危机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影响又是如何？我们来看看。继杜拜爆发信用危机之后，位在南欧的主要经济国，包括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及希腊等四国，也传出因为债台高筑而引发财务危机。这股债信风暴也重创了才刚复苏的经济景气，包括美股及全球股市都因此大跌，道琼指数更一度跌破了10000点大关。There was clear concern over in Europe about difficulty in some of the European nations, Spain, Portugal, Hungary, Greece, still with potential default problems. 包括希腊、葡萄牙、西班牙等国，由于无力承担高达 GDP 10%的预算赤字，也影响了国际间对欧元区经济复苏的信心。事实上，各国早就关切到这个地区的国债问题，特别是希腊预估今年的财务赤字将会比 GDP 高出1.2倍，高居欧盟之冠。国际信评机构已经将希腊主权债信评等降到10年来最低，市场也担心希腊会成为下一个冰岛。No, we're not the new Iceland, just like we're not the new Dubai. 希腊财长在去年12月的欧盟领袖高峰会上才公开表示，希腊的财务问题没有外界预期的严重。不过才2个月就传出了债信危机，还造成了全球股灾。
分析师担心这次的危机恐怕会拖累欧盟的经济成长与复苏的力道，甚至可能造成欧元区的分裂危机。但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还是以美中为首，如果这两国景气能持续向上，全球的经济前景并不会太过悲观。我们现在看几个数字了哈。第一个，希腊的整个公债跟财政赤字的这个跟 GDP 的比较，我们看到呢，在希腊呢，它的公债对这个国家哈，不管个人啊哈，还是公司啊，还是其他的国家所借的钱，然后欠的钱呢，占于 GDP 就是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呢。换句话说，譬如说这个国家呢，它的 GDP 一年之内，国内的包括外国人跟本国人在自己国家里面生产的总值，譬如说是100万好了，他欠了124万，这个叫做占 GDP 的比例。换句话说，他总值哦，还不是说还款能力哦，总值是远低于他的负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是公司啊，这都是倒闭啊啦，这都是破产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财政赤字，所谓的财政赤字就是说，你收入跟支出，如果收入少于支出，叫做财政赤字嘛，哈。那很显然，它的收入低于那个整个支出呢，然后再占这个赤字占 GDP 呢是负的12.2%。换句话说，它的偿债能力呢是非常低的，欠的钱呢是非常多的。希腊是这样，我们看到意大利呢，整个公债占 GDP 呢是116%，然后呢财政赤字呢占 GDP 是负的5.3%。葡萄牙呢虽然好一点点，但是也很惨，公债呢占 GDP 84.6%，财赤呢占了负8.0%。西班牙呢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也是很严重，占到60%左右的整个公债比。然后，黄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下。这个借钱哈，大概这四个国家不会说今天才去借，上个礼拜才去借，上个月才去借，一借就是好几年啊，每年都借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在上个礼拜才爆发这么严重的债性问题？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，就是说我们通常讲地震啊，地震发生又会有一些余震，嗯，那金融海啸也是一样，金融海啸爆发以后呢，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撑，第一个在救市啊，要不然就救银行。救经济，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政府不断举债，来救急。嗯，那救急会撑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呢，撑过去以后，它就好像就没问题了。但有些国家这段时间连撑都撑不过，比如像冰岛一样，或当初的南韩，大家觉得它快要破产了。是，但是很多国家在撑下去以后呢，已经捉襟见肘。尤其刚刚您指的这四个国家，就像希腊，它这个对外举债比这么高。然后赤字这么大，这样国家呢，只要碰到一些资金的来源，来让它能够融通，这短期使用的这些资金呢，一旦抽腿的话，它马上就出现问题。是，像杜拜也这样这种原因。那这个希腊或者是刚刚讲的那个意大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都有这种征兆。那希腊大家知道，它是一个民主的发源地啊，就是。他很早就有这种民主政治，是。那民主政治国家有一个特点啊，就像美国、像日本、像英国啊，这些国家呢，它的财政赤字一定是不断的扩大了，对，它举债比例也一定是不断向上攀升，叫不断的叫做破表，啊，美国这样子，日本也这样子，英国也这样子，那现在这个希腊也没有例外，所以我觉得目前这状况啊，我觉得世界各国一定会拯救它了，因为它只是。短期之间一下周转不灵，但他的举债部分呢、啊？刚主持人信中刚刚提到说啊，是不是他入不敷出？这要看他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。是，如果说收小一支，如果是只是当年或只是短暂一个期间，那可能不代表他长期的问题。是，但短期是有问题的。所以现在 IMF 国际货币基金呢，或者说欧盟，他们彼此之间想要扮演救世主了，在争夺救世主的这个地位，想要去拯救希腊。或拯救未来可能爆发的西班牙或葡萄牙，那我想这部分大家在观察的时候，它一定是属于余震型的，就地震的余震，它不可能酿成刚刚主持人讲的说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二次金融海啸？不会，绝对不可能。就像杜拜一样，大家当刚爆发，大家不知道说它有多影响多大，是不断在猜测说它会不会变成第二次的金融风暴？不可能，那这次这个也不可能。换句话说，因为这是个案，不是。通案不是整个全球性的问题。这四个国家这次的所谓的债性危机是余震，而绝对不是前震。如果是余震呢，就是之前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后遗症。